我起来了，师公。不好意思。熊猫，你看它上面几只？50，50是这一片的隔壁。哦，隔壁也不是这一片。不好意思。你好，熊猫。嘿。快。找多少？3179。对，您放着，我呢？30块。对，真刚好。嘿嘿，我没了。稍等一下，稍个。没有10块了。对吧、啊？怎么了？还是你要拿？不要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下去换就好。我现在便利商店换就好。我可以拿5块给你换，就你可以换5块，什么意思？哦，那你要几个？全部都找5块给我，这样。哦。今天搞不好有客人，就不用再去了。谢谢你，真贴心。谢谢。嗨，你好，你怎么那么开心？辛苦了啊。还蛮乖的。谢谢啊。对不对？
然后他白牌车，有些地方他就必须走红绿灯，红绿灯就慢了。哎呀，这个你辣妹的就在这里，吓死我了。
好，熊猫三十三。再等一下哦。哦，好，麻烦你。来，拜拜，骑慢一点哦。好。Thank you.